便是混沌重启，四界不复，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。灰燃起黑的眼，你想起来了。刘金，你来的正好，助朕擒杀此女。 便是混沌重启，四界不复，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。你想起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派了光天，形影不离的看着，你怎么可能拾回记忆？忘记前尘虽易，忘记此情却难。难道腹地真的认为？ 仅凭光天一人就能制住儿臣吗？莫将有负天地之托。 将军，哎，人家叫王八将军。 对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。 末将恭迎天妃回见。来生再起的